你给一个吗？给个什么？开心的反应。嗯，开心的反应，要的还挺多。三生三世枕上书的青丘地基白凤酒，迪丽热巴，他来喽！直播的朋友们，大家好，我是迪丽热巴。哇哦，那2020年马上就要到了，有什么心愿和福利想要送给大家的吗？我希望大家都可以在2020年。找到一个1314的人。哇哦，我觉得你这句话的玄机会有2020、1314加起来等于什么？3334，那就是三生三世枕上书。谢谢热巴的祝福，谢谢热巴，谢谢。枕上书已经定档了是吗？哦，这个还真不清楚，好像是2020年播，第几季度我还不清楚。具体在哪播了呢？应该是我们腾讯视频的戏吧。对。那个具体是多平台我还不清楚啊。凤九的那个动画地平还是会继续虐吗？还是说会比较甜的那种？应该都会有吧？对，都会有吧？你一直虐的话，大家看着也会疲劳，都是。故事线多一点，会人物关系会有趣一点嘛，演起来我们也会开心，大家看着也会开心嘛。那曾经三生三世里面那些原班人马会再次在这个啊，有一部分啊，对，但是很多之前的演员可能也想来，但是可能有档期的问题啊，或者是种种原因啊，有错过的，但是连宋来了，对，连宋来了。还有哪些熟悉的人物在？偏偏在。啊，还有谁？对，人宋司命，对，都在。热巴不是也在吗？热巴必须在的。那两个人在就是在《三生三世枕上书》里面再次演这种 CP 嘛，两人感觉是不是 CP 感会更强烈了？比和司命不是。喝凤酒是吧？对。因为故事会更完整嘛，故事也多了，主要是围绕这两个人物，展开的，所以故事情节会更紧凑、更好看。今天和凤九一起来的吗？哦，我们公司来了好多人。啊。柱柱啊，赖毅啊，还有谁？热巴蜜姐。对，热巴蜜姐。对。人家问的是我和热巴来的吗？对，我们都是对。一起来了，对，有打招呼什么，然后互夸一下，互吹一下。没见到，太忙了，他的环节比较多，然后我就先被派来做群访了，他还在现场去，在有别的环节。谢谢，好，谢谢。想念你的笑，你的好。